看不到的地方清洁最麻烦，就是那种窗台的小细缝，我们就可以自己稍微加工一下，就是拿珍珠奶茶的吸管塞进来，自己做吸头呀。你看它其实是可以完全这样扁的进去，它是这样，好神奇啊！你看它就可以完全塞进来，然后就可以吸，好干净哦。周一、周二晚上9点，姐妹站出来。